大家好，我是 Carol， 我今天来分享一个非常棒的法式甜点线上课程哦，是由我们道丁森的主厨 Pia 老师，他毕业于法国 Fécondi 高等厨艺学校哦，有许多米其林餐厅的甜点主厨也都毕业于这个学校哦。千层类、常温点心、生日蛋糕，还有慕斯小蛋糕，而且课程内容都是道丁森甜点店里面的畅销款哦。课程中讲解的非常的仔细，而且重要的观念及执行的细节，并透过镜头特写的操作步骤，让你能够很仔细的了解到每一个过程哦。即使你是新手，也不要担心，不管你在世界各个角落，都可以透过这一堂法式线上甜点的学习，让你在家利用家用的烤箱，限次数不限空间的限制，我们在家就可以做出正宗法式的甜点哦。也有很精彩的内容食谱，可以让大家深入的学习哦。充满了层次及幸福的味道，就可以自己来做哦。上次的第一期的法式甜点课大受欢迎后，这次又推出了 Fécondi 主厨不藏私的零失败高质感的法式常温甜点线上课程哦。募资期间，如果两个课程一起购买的话，会有800元的优惠码折扣哦，机会非常难得哦。喜欢的影片别忘了帮我留言及分享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